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点。或者格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点，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新闻节目里，首先向大家报告新闻提要：以卫泰党为首的新执政联盟已掌握314票，组建新政府当没问题。泰国与云南签署迷你自贸协定。今年头7个月，外企投资589亿泰铢。国家广播电视及通讯管理委员会加强数字平台内容管控。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听众朋友，接下去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卫泰党为首的新执政联盟已掌握314席，组建新政府当没什么问题。由巴育总理支持成立的和泰建国党日前正式宣布与卫泰党在组建新执政联盟上取得共识，也同意加入由11个政党组成的新执政党派，拥护卫泰党的新政府核心地位，将举手支持卫泰党新总理候选人。和泰建国党发言人指出，只是同卫泰党就基本立场上达成共识，但是没有细谈新内阁部长职位划分，否认和泰建国党争取能源部长职位的传闻。和泰建国党发言人阿克拉德日前在该党总部向媒体透露，该党与卫泰党的协商团队已达成共识，确认正式联手，和泰建国党正式加入由卫泰党主导的新执政党派联盟，使到新执政党联盟在民会中的席位数量增加到314席，达到了新执政党派席位数量稳定的门槛。之前卫泰党宣布已获得9个政党的支持，携手组建新执政党联盟。除了卫泰党在民会或者下议院中拥有141个席位之外，还有泰自豪党71席、民政力量党40席、泰国发展党10席、民主党9席、合力卫泰党和国家发展勇敢党各2席、自由和泰党、新社会力量党以及泰地方党各1席，合计258席，加上最新加入的和泰建国党的36席，使到以卫泰党为首的新执政党联盟民代席位数量达到314席。卫泰党之前曾多次宣布，新的执政党联盟将没有现任的执政党派两大政党，也就是民政力量党与和泰建国党的加盟，但最终食言，以上2个政党最终全部都加入。泰国和云南省签署迷你自贸协定，商业部调整贸易策略，通过签署贸易合作谅解备忘录，深入中国2线城市市场，特别是中国的重点省份，并与近期中国云南省签署迷你自贸协定。这是泰国签署第8份迷你自贸协定，希望借助该平台
在各贸易国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加快今年的出口。国际贸易促进厅厅长普什率团于今年8月16至17日访问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以全面加大深入合作，并通过深化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入扩展伙伴国主要城市市场，或者称之为迷你自贸协定。国际贸易促进厅于17日与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成阳签署泰国云南迷你自贸协定，已扩大在包括了农业、食品、汽车、电器、智能电子、绿色工业、高价值医疗保健等多个领域的新合作。泰国作为农产品出口国，特别是优质水果将获得更多机会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也将有更多机会拓展在汽车、电子零部件和创意产业市场的合作。此外，在投资领域，泰国在投资准备方面拥有本地区最好的基础设施，支持制造业的供应链以及强劲的国内消费，可以以此来利用合作吸引中国投资者到泰国来投资。同时，与云南省签署的迷你自贸协定是泰国签署第八份，也是继泰国与海南省、甘肃省和深圳之后签署的第四份迷你自贸协定。此外，泰国和分别与日本科富、韩国釜山和京畿道、印度的特兰加纳省签署迷你自贸协定。普什表示，云南省是最靠近泰国的省份，走 R3A 公路只需要4到5个小时便可以抵达泰国边境，陆路运输便利。2022年泰国与云南省的贸易总额为23亿4900万美元，较前一年增长 17.9%。 云南省2022年 GDP 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 4.3%， 是连接中国西部和东南亚及亚洲的门户。他表示，与中国各省陆续签署迷你自贸协定，虽然在短期内看不出出口增长的具体数字，但他相信从长远来看，在该框架下的贸易额将会逐步的增加，并使得泰中贸易总额增加。从泰国商品来看，近年进入中国市场的规模逐渐扩大，特别是榴莲等诸多水果。云南省有超过 50% 的泰国商品进入市场，包括了蔬菜、水果、加工食品，甚至泰国草药材商品。今年头7个月，外资企业投资额达到589亿泰铢。商业发展厅厅长兼外资企业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塔萨彭日前透露，今年头7个月外资企业投资金额达到589亿5000万铢。日本以投资198亿9300万铢名列第一，其次分别是新加坡投资129亿2500万铢，中国投资116亿6000万铢，为泰国人提供3594个工作岗位。他说，今年1月到7月，根据外资企业法批准外国人在泰国投资377家，其中通过外国人申请营业执照方面投资122家，申请营业执照认证255家，总投资金额589亿5000万铢，为泰国带来3594个工作岗位。其中前五名投资的国家分别是日本企业84家，占了22%，投资198亿9000万铢；美国67家，占了18%，投资30亿4000万铢；新加坡61家，占16%，投资129亿2000万铢；中国28家，占7%，投资16亿6000万铢。
德国16家占 4%， 投资12亿9千万株，包括了从投资国向泰国转让专门知识和技术，比如石油钻井压力控制知识和技术、石油钻井混凝土压实基本技术知识、地下车站开挖程序知识等。与2022年相比，批准外资企业在泰国投资的企业增加了54家，增幅为 17%。 今年头七个月获批准的外资企业主要是符合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投资促进政策、提高国家竞争力的行业。至于今年头七个月获准在东部经济走廊 EEC 投资的企业共有73家，占在泰国投资外企的 19%。 在 EEC 地区投资金额为123亿4千万株，占总投资金额的 21%。其中日本企业31家投资53亿7千万株，中国企业12家投资8亿9千万株，韩国5家投资2亿8千万株，其他国家25家投资57亿8千万株。国家广播电视和通讯管理委员会加强数字平台内容管制。泰国国家广播电视与通讯管理委员会将加强对数字平台或者 OTT 平台的内容控制，如 YouTube、Facebook、抖音等都必须对通过平台发布的内容负责。抖音表示将遵守一切法律规定。据报道，在即将召开的8月23日泰国国家广播电视与通讯管理委员会会议上，将提请考虑批准通过数字平台服务或者 OTT 平台作为服务提供商传输内容，要求视频点播服务或者 VOD 和视频共享平台服务 VHP必须是国家广播电视与通讯管理委员会监督下的服务提供商。至于数字服务平台广播服务的监管范围，国家广播电视与通讯管理委员会将仅负责监管服务提供商，有权管理内容的传输或者负责分发内容的服务提供商，也即是视频点播服务和视频共享平台服务提供商，不包括内容创建者、制作者、用户生成内容类。然而，如果内容制作者已制好内容，随后选择分发该内容的服务提供商，应承担编辑责任，对选择或发布的内容负责。简而言之，泰国国家广播电视与通讯管理委员会将监督互联网平台提供电视节目、电影和视频内容，包括了 YouTube、 脸书、推特、 LINE 等等平台。对此，著名短视频平台抖音表示，上述规定国家广播电视与通讯管理委员会仍然在考虑中，还没有正式公告，因此无法对上述事项发表评论。各位听众，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您的收听。